有一个电视，你们最近看没看？那个时间隧道，它一时候到了40年代，一会儿80年代，这个时间可以互相通的。这些思想都很活，这都跟中华人思想思想里面讲。过去的现代人是仍然在，是吧？这时间就，是这所以入禅定的人。往往就是不知不觉，就是好多天过去了。大雪封山的，找虚老，大家都以为他都死了，后来居然这敲磬怎么还都在，杆子探路，他在敲磬声就把他敲醒，说他们应该是活的，高兴极了。他说：“你们这么远来一定很饿，我这煮着芋头可以请你们吃。我这煮着芋头我就打坐了，我就是一下子打到现在，打开过一看，那长毛长得好长了。”多少天下来了，他就不知道这时间了。那个，这是现在的事情吧？是时间。所以《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是这个信心明最后一句：“无去来心。”无去来尽，没有尽，这个就表示这个三世就是当念，那么无所来无所去，十方就在当下，三世是在当念。但是上头所说的是法身的本体真实之际，底下呢就显真实之力啊，理就是外事啊，这个集还是常照啊，用佛的悲心呐、佛的本愿呐、还要度众生啊，所以但以仇怨度生，这一切都离去来心，离这一切，这个法生境界，这可是为了仇怨度生，因为我的仇这是仇报。仇怨，这俗话说就是我要还我的愿，我要实践我的愿，我要仇怨，我本来有度生之愿呢，我要度众生啊，这个所以说48愿就是愿愿都是为度众生啊，所以因此这个大愿成就，当然要度众生啊，所以仇怨度生嘛。怎么度呢？就如我的本愿呢，所以这个力量就是显他的本愿呢。说示现在西方，现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示现，这极乐世界是从如来的真是这个自信清净心所流现，是这个现字的意思。再一个意思就是现在的意思，那现在正在那儿说法了，那现在所现在地方呢，就现在西方西方为什么要现在西方呢？所以这个又是就是这个如法华经所说呀佛看见要看众生的根基，随所应度，处处自说，所说的名字不同，年纪大小也可不同，也这么说，我要入涅槃呐 种种的，所以这佛就明说了，佛之所说它是不同，所以现在有人就是要考证，这不是佛都早说了，我这个说法是随众生根的，我有种种不同。所以这个是这个现在西方就是指方立相，即是而真的，要指出一个方，要立一个相，这是从这个事来显真，这是密宗的道理
这个善大欧大师他这里头他有很多他的密教的道理，他是非常主张这个直方立相的啊。他说娑婆的众生妄心暴动爆炸的猫，娑婆的众生啊心老在爆炸，还不是你要说的像春天的那个吹奏一池春水那样的动，那你已经了不起了，不是现在，现在你是老在那爆炸呀，狂啊，所以狂人是头，拿这个狂两个原因拿狂人的比方，这发狂啊，不是啊，很安定啊。所以他说这个是这个暴动，给他指方立相，他还不能专注。你指定一个像，所以说净土的人，他面壁冲西啊，怎么心观向着西方，是心念有所归，心有所集中。所以四十二章经是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你把心搁在一个地方上，没有事办不成。这道理都是一样的啊，你这个就是老爆炸啊，这不行啊，所以你给他这个指出一个方向来，说那有个国土，你去专向，你去求生，他还不能专注的，你告诉他无方无向，本来没有方所没有方向，他更不知怎么下手了。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西方啊，这个上都一说要指方立相，度心取境，心要能够啊指下，指挥三指上要指啊，指就是住心，心要住啊，要取一个境啊，你要是在心住在什么地方。这个凡夫他这样子来摄他的心还做不到，你还去叫他离相呢？所以这个现在这些你不要管你离相不离相啊，你就是去念啊，他这里头就是念着，你就是这个是这个最大的一个慈悲。你真正老实了肯就这么念，你不知不觉暗合道妙啊，你这个老的嘀嘀咕咕啊，我这理想没理想，我先理想什么的，是不是这算来算去这个就更困难了啊。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现在西方这是为了对的众生啊来指方立相啊，底下也引了密教五方婆，是不是？那么这个、阿弥陀佛这妙观察智，也正好在西方，这都一致啊，都指方立相，这密宗的概念啊。实际，我们老说极乐遍一切处，你哪里去找方向？地球是圆的。你转过来，你本来往东，后来那东就成了西了，连地球都是如此，这个是如此。他这就是叫你指方立相，使你凡夫能够专注。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提千元那菩萨有世界名也俱乐，要去这么远啊，这底下就解释了这个俱提千元那是什么东西。这个小本唐译是十万亿，我魏译也是十万亿，这两个一致。可是唐译跟这儿一致，这句话是从宋以来的，就玄奘翻译的也是跟这一样。这两个数呢很难合，
这个义有四个说法，具体也好几个说法，哪有他好好几个说法。那想让这两个数能够凑，你把这个义选最大的，哪有他跟这个具体选最小的，那么这就比较能够接近了。这样此算下来，一个是十万万万，这是这一个是千这个地方这个倒数第三行，我这个本啊倒数第三行多了一个万字啊，倒数第三行多一个万字，这就是印刷错误。就是一个是十万万万，一个是千万万万，就是咱们经的这个数字比这个比魏译比小本那个大100倍，也就是玄奘翻译的比鸠摩罗什翻译的大100倍。对，这里头可以有两个解释，我看看，这个一个是随着众生根基不同啊，本来没有一定的距离嘛，或者这个那么可以有不同之处，前面已经说了，有种种不同，那么这种有不同就没有什么奇怪。再一种就是说，这个百千自己哪有他，本来就不是具体指明一个数，那如得百千三昧，这个百千三昧不是说就是100乘1000，是吧？它就是你得许多三昧。我们说是这个千万人所不能及，也不是一个死数，1000乘10000，这个数都达不到，依旧是缘起多。这个百千具体哪有他在一块儿，就是没有直说这个十万亿，而直指说，是很大很大一个数啊。这百千哪具体哪有啊？这个百千，不是说一定是100乘那1000，而是说很多很多具体哪有他。那么这个就两个就可以一致啊，不一致也没关系。佛陀才能法华说，我就是说了种种不同嘛，随意而说嘛，处处自说名字不同，那这那么这个这个距离不同，而是哪里有一定的距离，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就不要啊。所以有很多人就根据这个啊来说，这个哪个经是真，哪个经是假，这个啊，实际都是不出自心呐、啊，十方虚空生我心中，如片云点太清里。啊，你说是十万万也可以啊，是不少少说一个万字啊，十万万万。你说的是千万万万，总之都不在自己心外啊，知道我们这个心量是大呀、啊。不光是这个更大，十方虚空啊。最近科学家又发现一个事儿，发现这个世界排列得很整齐啊，把它这个外边搁起来好像一堵墙一样，这个就很像莲花世界的那个情况。我们是一层层莲花海，一层一层世界，就发现这个说是天文学要起革命了啊。所以慢慢的这个仪器的发达都要证明这些佛说是正确的啊，许多许多世界都是很等距离的排列。我们这个华严世界就是说世界海嘛，多少多少世界，这莲花一层一层多少重，是很规律的。这个科学家已经发现这个很规律的，说这空前的一个发现，但是不是科学论文，就是他参考上看见啊，不过他还是有一定的根据。但是总之这都不出我们自心的，要知道啊。所以观经说阿弥陀佛去此不远，还有苏超的话更好了，分明在目前了啊。所以莲池大师这样的大德，你这个净土宗跟禅宗哪里有两样，什么十万亿佛土分明在目，就在目前，就在你们诸位眼前，何尝远呢？啊，这你说十个万万万，千个万万万，都只在大家眼前，
说我们要少执着，才无碍，无碍才能自在啊。那到一切法而得自在，就是法王啊，是吧？你不得自在，在这老生分别，老在这儿怀疑，不能生信，那就禅波了。经过这么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那还有个世界。世代表时间，界代表空间，可以称为世界啊。名号为极乐，梵语是须摩提，可以翻译安乐国、安养国啊、清泰国等等啊。这个要解就是说是云离诸苦第一安稳，永远离诸苦，他最安稳。刚才说之后没有坏，他不是为尘所生，他不管你三劫。说三劫，这个火劫、风劫，现在都很清楚，就是大爆炸，热波就是火劫，那个风劫就是压力波，什么事情都摧毁。极乐世界不受这影响，而本来它不是物质所成的，所以安稳，第一安稳，人也没有死，只有进步，所以成为极乐。这个世界名为极乐，极乐嘛有四土，过去也讲过了啊。这个长吉光图法身陀的居处啊，十报庄严苦是法身大士，方便有余土是三圣的圣人，凡圣同居土是四圣六凡都在那儿住，就成为凡圣同居。凡圣极乐的凡圣同居土的殊胜在于什么地方？因为他的同居净土，凡圣同居的净土就圆明无碍，也通于上三土和方便有余和十报庄严和长吉光土是相通的，这个就是非常殊胜了。这个就是极乐世界最独特之处。这个弥陀苏超，所以莲池大师这些个高僧啊，所以我们都称这是说弥陀化身呐 他说我们往生的人也是随着你的根基，你所见到的是不同的。所以有个人他跟我说能不能找一本最正确的佛的传，我说你不可能找的，怎么就是唯一的那个所见不一样。他记下来跟他记下来就应该不同，同到他就不应该了，说老实话。所以这个世俗之见爱事，有在同居能够见长吉光的，你看有一同居见到十报庄严的，有一同居能看到方便图的，有一同居就只能看到同居图。所以这有多少品类种种不同，在这个相法觉义经里说，那是指着佛在世的时候，是今日座中，就今天咱们这一会之中，无央数众好，许多许多大众，或见此处山林，有的很多人就看见这儿有山林，有沙粒，有沙子，这是一种。有的看见有七宝啊，这都是七宝庄严。或者看见这是诸佛行处，这就是诸佛所行之处。或见极是不可思议的诸佛境界，这是随其记忆，你所见不同啊。所以当这个维摩诘经的时候，人家问说你作为阿弥陀佛，你只问不是问释迦牟尼你成佛没有啊，你成佛之后你这个徒怎么这么不敬啊，这佛经是阻止暗地大地发光，这个世界跟他方的佛国净土没有两样，但是很多人看不见的。你要大家写的时候，大家就这看得见的人写他看见，看不见的人写我没看见。
所以就是说大家要知道你格格，你自个儿的那个根基在那儿障碍你。今天这个地方这种种不同，各随机。所以弥陀要解说，说这今现在说的这个极乐世界，有世界名曰极乐，这个世界就是正是指的同居净土。可是这个同居净土，它也就横距上三途。底下就说啊，我们这个经验一点啊，大家自己看看啊，这个。我们主要就要讲明这个脉络了啊。有世界名曰极乐，这个法藏成佛就号阿弥陀。法藏已经成佛，这号是什么呢？也都是世界呢。世界呢就以阿弥陀为号啊。像说国土是依报，这会儿说的是正报。土嘛说了四土，身嘛就有三身，有法身，有报身，有应身。应身有分多少种，大家自己看看是吧。这个弥陀要解说，说是今天说阿弥陀佛就是指的是同居土中是生化身，是化身佛，在同居土中的化身佛，是生化身是现佛像现八相成道身的化身佛，随意所变的，不现成佛像，而现普通的，或现出家，或现不出家，或现国王等等的这种化身，叫做随的是这个随类化身。现在说的，今现在是佛在正在说法，这个佛就同居净土的，这个世生化身的佛，同时它也就是报身佛，也就是化身佛，这佛的三身就像什么呢？就像摩尼宝珠，宝珠珠体珠光珠的影子，珠体是法身，珠的光相用是报身，珠的影子所显现出来这是化身，但是三个不相舍离不相舍离，他这一次怎么能出现影子？他是从珠子那儿生出来的嘛那么三身是这样子，同居又横居上三途，所以你升到同居，你见的是化身佛，也即是见着报身和化身佛了你所居的国土是同居土但他也就是通于上三途，所以极乐的同居功德殊胜不可思议底下解号阿弥陀，阿弥陀呢就是毗卢遮那在这个弥陀疏钞用密宗的道理来解释这个三十七佛都是毗卢遮那所显现自内心这个自受用所证，成于五智，就成五方佛。毗卢遮那在中央表示法界体性智，所以这个就比咱们这个唯识所讲的四智多出一个智，叫法界体性智那么四从四智，就转八识成四智，这四智现出四方如来。妙观察智就变在西方的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所以他这儿弥陀说的话是一佛而方二土也，所以这个弥陀跟毗卢遮那就是一个佛，而方二土是什么意思？方字这个是尖的意思，尖着两边就是方，是一个佛尖着领两个土华藏世界极乐世界。这个东密就说阿弥陀佛就是大日如来日本的经教大师是密宗的大德
说是大日如来，或名无量寿佛，不生不灭嘛。这个大日如来又或名无量光佛，因为这光明遍照啊。所以大日如来有没有无量寿，有没有无量光呢？大日如来就是阿弥陀佛啊。而且阿弥陀三个字有无量的妙义，无量寿、无量光、无量王、无量清甘露王、无量清净等等等等。而且阿弥陀三个字每个字都有无量的意思啊，这里头写的很详细，大家自己看一看啊，无量的妙义。所以你念阿弥陀三个字啊，这个是这几句话是出于啊阿弥陀密室，这是密度的数，唱阿弥陀三字灭无始重罪，念这三个字可以灭你无始以来的重罪啊。念阿弥陀一佛成无终的福智，没有完的福智，说不完没有完了，完不可穷尽的福智，如地网一珠啊，地十天宫中的网上的一个珠子，顿现无量宝珠，一切宝珠都在一个珠中出现。所以弥陀一佛，念弥陀一佛，苏满无边性德，所以称赞这个念佛的功德啊，很快的圆满无边的自信本具的功德。所以这个密室他的这个说法是开开诸佛的密藏啊，显示持名这个法设一切功德，一切法的功德，只要专念弥陀就可以迅速圆满自信本具的无边妙德。那我这句话就是密室的苏满无边性德的说的详细一点，这一种道理就正是佛的之见，这不是众生之。所以这个弥念佛的这个不念佛的这个德，这个诸圣这个功用，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佛同佛才能彻底知道，其余都只能知道很小的一部分啊。这是所以啊，这个法一切世间男性之法呀，因为他如此殊胜，不然为什么说男性之法？那不是很多人都在信念佛的，但他能这么信吗？你说他信不信阿弥陀佛？信呢，不信为什么念呢？你有问题了，我想上极乐世界，那么他就说他信了，但是这他就不能相信到这个佛号如是功德，阿弥陀是如是的清净庄严，极乐国土如是的不可思议，这个法门如是的超越，这些就是难信呐 啊。这个从前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啊，说阿字除一切陀罗尼，从一切陀罗尼胜一切佛，所以这个名号之中，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这就是佛陀大阿难的话了啊，这个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成佛到现在是多少时间呢？一共有十劫了啊。这也都是随于这句话，实际佛久阿弥陀佛也是久远成佛了，释迦牟尼佛也是久远成佛了。在法华经里头，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都是大通至圣如来这个没出家时的这个他们的王子，他们本来是弟兄啊，那个时候就跟着佛陀出家了，都是一直是啊，都得了，这现在都成佛了啊，在十方世界说法，这个阿弥陀是第九子啊，释迦牟尼佛是第最小。在娑婆国土，而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以来多少尘点劫，尘点劫多少，你把这个世界分为微尘，你多少远的撒一个尘，
这个多这个尘土有多少世界，又有多少微尘，把这些微尘都怎么的，我这么多多劫以前，释迦牟尼佛就成佛了。能阿弥陀佛不同样，早已成佛，所以这是就直指当下了。因现在表示阿弥陀是现在佛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我们这个时候正在给众生说法啊。所今现在说法，不是说释迦牟尼佛当时达阿难那个时候佛，就今天我们这个时候佛正在说法。再过一千年两千年以后，读这个经的人读到这一句的话，他已经体会今现在就是这他看经的时候佛正在说法啊。所以说法说是以和身说法呀。这个据苏超，你说苏超这个莲池大师的意思，说法者是化身呐 啊，但是也兼报身呐、啊，是不是啊？那么是报身说法了。苏超还有说这个，有人说是三身七说，那是各随机一样，那法身也在说，啊，是三身七说。啊，所以说法者随时是这个应声啊，报声啊，是一间发声啊。那么听的人呢，也随你记忆，你听到的是只是化身所说，你也可以听到这其中就是报声所说，也可以领会到法身所说，各随记忆啊。有无量我无量无数的声闻菩萨恭敬围绕，广大智慧嘛，盛大智慧，这个是第九品啊，就是说啊，这个弥陀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庄严净土啊，是三身四土啊，今现在说法。底下出了一个接愿多佛啊，这一品呢，只有古意才有，只有汉译无以才有这段内容，汉无、唐、魏、魏唐宋都没有。把他会在这儿很好，就是佛说这个之后，这个当时会中有阿苏王子，跟五百大长者，这个佛前头有七千比这个一万二比丘，七千。男居士又何色，所以这其中这501人他们起来都欢喜，他们都欢喜，拿一每个人拿一个金花戒，金色的花成的花盖，到佛前礼拜，拿花盖供养之后，就退后坐在一边听经，心中就发愿啊，愿我们将来做佛的时候都能像阿弥陀佛一样啊，能这样来成就国土广度。他这一想，佛就知道了，所以《金刚经》如来续之实践了。所以佛的心和我们的心没有毫厘许间隔，一丝一毫的间隔都没有嘛。他这一动念，佛就知道了啊，就对大家说了啊，说这些王子他们都要做成佛啊。彼等前世啊，他们就是发大圣心呐、啊，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呐、啊，住菩萨道啊，都在行菩萨道啊，无量前世啊，无数劫来啊，曾经供养了400亿佛，就一个法会，他很殊胜，能参加一个法会，大家要知道，这些人啊，已经在这个无量劫来供养过400亿的佛了。在恰色佛的时候，就说他们参观释迦牟尼佛的因缘，供了400亿个佛，释迦牟尼佛400亿佛之一啊。在恰色佛的时候，他们是我的弟子，所以今天他们又来供养我，所以都是不离开前缘呢、啊，又碰见了啊。这时候大众听见佛所说，都替他们欢喜，因为他们要成佛。这一段
就是说啊，把他卷进来这个意思，希望大家也能向这些人发愿啊，愿我们皆如阿弥陀佛嘛，这个发愿就得到受益，将来就成功啊，这是第一。第二就说明这个因缘嘛，因缘很重要，是过去圣众他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现在他又来了，又来献供养，又来听经啊，所以我们常常要接这种缘呐、啊，缘法很重要啊，也不能度无缘呐、啊。所以佛在王舍城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听见过，不但没有见过面，没有听过名字。那是一个城只有90万人，不是很大。佛这么说法啊，那么样的威德，还有三分之一连名都不知道，无缘。这缘很重要。第三一点。我这个写这个时候没有把它写进去。第三一点，就是说这个法居士非常相宜，所以在这个经里头，都跟普贤品，除了这个大菩萨文殊普贤弥勒这个接了之后，底下就是贤护等16正士，这16都是在家菩萨，把他们列名了。这个地方佛说完法之后啊，这个是振奋来献供养来发愿，又是在家人，就表示这个净土法门适合于出家人在家人共同都来修持啊，这个在家人就更加需要这个净土法门了啊。很多人不理会这个，因为你在家人你有工作，你有家庭，你有负担，你有好多事，你再不用这个法门，你还想这个靠禅定，种种的其他的办法，你这个就是行不通了，所以就是说啊，这个在家人就非常相契啊，所以在这个经中，这个在家人的地位。前头提出16正士，这个提出500长者和祖师王祖都当成佛，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意思。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第二卷就圆完了。那么我们进入第三卷。这个学期我们希望能大大的这个讲一些啊。前头一个总的一个概述啊，我们就不一一讲了，大家自己看。从这个最末一段啊，最末一段我们讨论一下，就是极乐世底下就要讲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了。这种种庄严都是事项啊，黄金为地啊，七宝庄严呢、啊，宫殿楼阁啊，种种都是事项啊。啊，这个往生论就说，它这个三种庄严呢、啊，一个是佛庄严呢、啊，菩萨庄严呢、啊，这个正报很庄严呢、啊，还有国土庄严呢、啊，这都是事项、啊。但是这三种庄严入一法地，一法地就是清净地，清净地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个世上的本体是无为法身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体会的事理无碍，而这个极乐的这个境界中，它处处表现出事无碍。所以事理无碍，事无碍，这两个无碍是我们今后所要讨论的，所离不开的，要离开这个，不能够在这个事项之中你迷了本体了啊，就是说，或者有人就觉得不喜欢谈这些，你看看这个还都些事项，而不知事项它就是说的是理，而不知事项之妙它事无碍，是一种更殊胜是超过事理无碍的境界的啊。真实智慧是实相的智慧，
实相就没有相，真的智慧，真知就无知，无相无为的法身是法性身，法性是极灭的，不是极灭生灭灭以极灭嘛？极灭为乐嘛？极灭嘛？那极灭嘛？法性极灭，所以法身就无相。他说极灭了，还有什么相啊？生灭都没有了，还有什么相啊？由于无相，这个很重要。无相也没有那个不相，不相也无，不但相是无，不相也无，无不相，无和不是两个符号，负负得正，所以生一切相吧。所以有的人就是偏空，就是空空空空空空空下去了。所以灵峰大师《金刚经》他破空问，就是要破这个空啊。所以净土法门就是华严呐、啊，所以大家不都把它看低了，他不认识啊。是叫真智无知啊，他不是他无相，不能无不相，所以。相好庄严就是法身，这是陀罗尼大师的话啊。无知就所以就无不知，所以一切种智真是智慧，无知无相，你这么解释。他底下说相好庄严即法身，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个画龙点睛的一笔，不是要离开相好庄严去见法身，放好庄严就是法身。所以智这个云明大师说智理一言点凡成圣啊，啊这样一点就是宗门说的话，大地无寸土，你哪还大地找不到一寸土啊，相好庄严即法身啊，哪还找土去。所以啊这么体会禅宗、密宗、净土这三个，即三即一，即一即三，啊，都是事理无碍，事实无碍。所以禅宗也谈事实无碍，不是不谈事实无碍。这个是先做一个总的提醒，啊，要知道相好庄严皆法身，所以底下谈到相好庄严。咱们就不要只是看到就是是吧？我曾经最年轻的时候，我也很不喜欢这个黄金为地，那个时候不懂，那时候不懂，就把这黄金就看成是黄金了。不是，黄金是拜金。佛语阿难，那第十一品啊，第三章开始，国土严净，庄严清净。极乐世界无量功德具足，它有无量的功德，具足庄严，一切庄严它都具足啊！远离众苦诸难，没有一切苦啊！啊，乐趣啊，摩恼之名啊！啊，众苦啊，众苦诸难恶趣魔恼，连名都没有，何况有实啊？我们就从这儿讲起啊。这个往生论说，这个说到这个说是这个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嘛，他的国土功德庄严，成就不可思议力啊。这个像什么呢？就像那个摩尼如意宝珠一样，摩尼如意宝珠，这个是拿来做譬喻。如尼摩意宝嘛，是这个佛这个涅槃，佛的方便力啊，留下很多很多舍利。舍利嘛，众生就供养，当众生福报尽了的时候，这个舍利就变成如意宝珠了。这个宝珠就在海里面啊，
龙拿了当首饰。如果有转轮圣王出世的时候啊，那么他能够以他的慈悲力、他的愿力，能够得到这个珠子。那么得到这个珠子，他就可以对于这个咱们这个世界做很大的饶益啊！他就从这个珠子可以给出种种众生所需要的东西啊！他就是要斋戒修法啊啊，让这个珠子先发愿，就是愿他能够降雨似的降出种种的宝来，种种众生需要的东西，就称为摩尼宝珠啊。说这个极乐世界种种的，就像拿摩尼宝珠来做比方，但这个宝珠这么殊胜，可以殊胜众生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这个只是个相似的比方，因为这个宝它只能给众生衣食等等，不能给众生来满足众生求无上道的这个愿，它不能。就是说我下个东西给你，你就得了无上道了，这个不行。但是说法可以啊，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说，是知识相似啊。所以有，而且这个宝呢，这个能满足众生的一身的愿，不能满足众生无量的愿。你要求这个愿得这个，那是你其他的愿，那是一时得不到啊。有些差别，或者相似。而且呢，这个是为什么说是相对呢？因为它只是相似，是勉强来拉做对比啊，所以就是说是这样一个相似相对啊，勉强拉做对比，如摩尼宝啊，这个比图是不这样的。在这个正式来讲，《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团蓝大师座》啊，是从这个宝藏比丘他菩萨的这个智慧清净的业。因为他做菩萨的时候，他所做的这一切是智慧清净的啊，做了种种的庄严佛事啊。那么从依法性入清净相，就是如实的依理，就是啊，这是住于真实之际的，庄严了国土了，入了清净之相了。所以这个法它就没有颠倒，没有虚伪。所以就是真实功德啊，所以说这是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因为是真实功德，所以是无量功德，而且这个功德就具足庄严了，就把这两句经解释了，团蓝大师的话解释了啊，他没有虚伪，没有颠倒嘛啊，这真实之际嘛，这真实智慧所流出嘛，所以你只要相信就可以得真实之力嘛，它是无量的庄严嘛啊。底下众苦啊，就三苦八苦啊，三苦呢就是苦，我们大家公认的苦是坏苦，现在认为是乐，但是以后要吃掉苦，坏苦行苦，就是这个五阴的这种流转，念念牵流。八苦大家都知道，八苦交接大家很熟了，我们不讲了，这是八苦。众难八难啊，八难呢，一个是地狱难，你在地狱中闻法很难了，畜生、恶鬼、长寿天，这是禅定的关系，它这个跟鱼动了一样，不能动，它也不能闻法啊，这也难。北岳丹州那佛不去，很困难。有盲聋阴哑、瞎子、聋子、哑巴啊，你就是说。这个很难。第七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事实变通，所以聪明人都要警惕，很容易就是这儿所指的第七。如果你知识事知，你再加上你能说会道，电宗会写文章，就属于这一类。这个很难，你这个成道很难，你成学很容易，
你成名很容易，成道就很难很难了。不然佛不这么说，世智变通，世间的智慧，这一种能说会道，能写文章，能辩论，言之成理啊，能有说服力，大伙儿相信，属于世智变通类。世智变通类包括相当广，但是你这个就跟那个地狱畜生恶鬼跟那个瞎子哑巴列入一个行列，既牺牲于不遇佛的事，这最后真的不遇见佛的事很难。所以这个八难呢，我们这个地方就要注意这个世智变通啊，这个聪明啊，正用，聪明人更不可以，因为这样很聪明人又很自信，更不可以相信自己。所以四十二章经读的很许多很重要的，所以首先来先翻译给我们，慎无信如意，如意不可信，你要慎重啊，千万不要信你自个儿那个思想，你的那个思想不能信啊。而这那个楞严也是如此啊，你这个真心妄心，你是认贼作子，你相信这个妄心，你拿这个贼当做儿子，你这个去保护他，这最后的结果就是主杀作伴，主杀作伴就绝对不能成就。所以这些话都打中了那些个贼的痛处，所以他要反对楞严了。认贼作子，现在很多人认贼作子啊，你保护他那个儿子，这一点要认识清楚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这一点。所以跟阿难说，你之所以能知道十二部经典，你能够背诵，而且你得了初禅，啊，已经有了神通，你不能免难，为什么？你就不知道二种根本，你不知道生死根本是你那个妄心，你拿它当宝贝儿供着它，你真心你不知道，你这两种根本不来，你就不行了。阿难劫难，你就没办法了，那好险呐！这就说明，这是这个看楞严这一段，很多注意的人有很多人不多，啊，只是在七处真心那找去了呢，啊，一处那儿啊，那个都是，那都是开刚开始说，那刚刚就是你给你破妄，而这两种根本很重要，是在根本性质的，所以这个世智变通啊，所以那个传孔子之学的是真身的。僧也鲁，鲁就是有点笨了，所以传法的不是子贡他们，子贡文一之师，次也文一之二，听一个懂两个，但是他不是他传的圣道，而是这个鲁啊，有点鲁的这个真身传的，所以这个道这个，所以这个老子的话，下士闻道大笑之，你给他讲到下次一听他叫他奇谈呐，笑话，他不理解。大家要知道这个下士闻道大笑之，这那人家就知道道是怎么回事了。不要当下士，你更不可以这世事变通。过去就三个道，魔脑啊，四魔。啊，烦恼魔、阴魔、色受想行识，这都是魔，扰乱人的。啊，死魔，这个死亡。啊，你这个好好修行要成就了，你死寿命终了了。再一个魔，就是这个所谓，他化自在天魔，他化自在天是魔天。啊，这个天子的威力很大。这都是真的，真有其魔啊！他妒忌障碍，他破坏佛法啊！你们都信佛法，他队伍就少了。而这个是往往给造成很多很多干扰，尤其是修禅定啊，往往他这个变现出种种情况来扰乱。所以在这个得到了境界，他这个很厉害，
你从你哪个地方一偏重，就从哪个地方他就进来了，不知不觉把你给入魔途。所以楞严经讲，你要这就是不持咒就禅定，不可能成功啊！你不持也行，你得把这个咒写在禅堂挂在身上，就是要依靠佛的这个加倍力，才能免除这个魔扰。我说现在很多都是自己修炼练气功，有很多得了奇异功能，不知道他，其实他不知道这个奇异功能，就我也不说了，反正是很可悲的。极乐世界为什么永无魔扰呢？因为它就是一清净具嘛，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嘛，说真实之中它是一法清净啊，连这个名都没有，还有实际呀、所以《法华经》说呀，这个若有女人呐、所以这个《法华经》是特别提倡女同志修净土啊。说这一段是对女人说的啊，这个也是。所以这个净土法门适合于在家人，尤其是在家妇女。这《法华》特别指定女人。文是经典，如说修行，于此命中。以往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大众菩萨围绕住处，圣莲花中，宝座之上，就说这往生了。就往生之后，不复为贪欲所恼，贪欲不能再恼了你了；亦复不为真慧愚痴所恼，真痴也不能恼你了；也不为骄慢嫉妒诸垢所恼。得菩萨神通不生法了，这是《法华经》里头的，所以他没有这个魔恼。这个对于魔事魔障，咱们这个众生念佛还能免除魔，你生了净土当然更没有魔了，所以彼土就没有这个名字啊。十往生经说，我这个就在这一段，大家查就查这一段。十往生经说，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彼佛及前二十五菩萨，彼佛就是阿弥陀佛，他二十五个菩萨用护行者，所以就不会像那个禅定那个遭遇魔障那些事儿。极乐世界你真心的这么修，那很虔诚的这么修，阿弥陀佛派二十五个菩萨来护持你啊。若行若坐若住若卧啊，若昼若夜，一切时一切住，不令恶鬼恶神得其便也。一切恶鬼现在的很多都是恶鬼恶神，很多都是御使鬼神啊，不要看就他这个很多叫做搬运东西这个奇异功能。其实我从小就知道这个编辑法的这个法叫做五鬼搬运法，五鬼搬运法。所以说这个大官的那个印辟邪，他把印都给你搬了，他没有，他就是一个鬼，这个鬼给他合作，恶鬼都是恶鬼恶神，所以这个是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喜欢颠倒。你这念佛，你就真正念佛的时候，这种是他有的时候恶鬼可以。我小时候念书，我老师就告诉我，你是南方人，南方常这种事很多，有的人他就会运鬼。就你看到一个人家家，你看他家里都干净极了，一点尘都没有，他一定是用鬼。你别得罪他，他会派鬼来害你。这恶鬼恶神，他就是他给他做事儿，给他当勤务员是吧？他给他当保镖，他跑送他的派遣，他就给他吃东西啊。他们都是这些鬼神都杀什么东西血给他去供他。所以这个《十往生经》这个。恶鬼恶神不能得其便也啊！而且咱们这个地方众生遇见了魔障，就修念佛法，修念佛可以治魔障啊！你只是经常解释，你这个用打坐的办法出了偏差，也是靠念佛来治啊！你修禅定出了偏差，怎么来解决？靠念佛。也无四时寒暑雨鸣之意。啊，春夏秋冬四时时，一天下雨，它是一味了平等啊，它没有这些。
也没有大小江海、丘陵、铜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木石等山，没有这一切啊。